婆婆煞爽登场。刚刚那是九九吗 ？To be continued 的那个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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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这边 reset， 这边 reset。他们突破了次元壁。喷嚏好难抓。嗯。喂。OK。哎。哎呦。我跟你讲的，吓死我了。我觉得。我看你也没有很怕吧？没关系。比我想象中的还不可怕的。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一直在保护着你。二代可能比较不一样，看来我可以先回家了。哎呦，这么好是不是，给我他妈好好把打完。给。哎，不如。不要。干。你想要让你邻居投诉的话，我就玩。好、哦，投诉啊，嗨啊。干。你也踹一下嘛，很嗨、欸。其实真的是没那么恐怖、欸。给你指挥。好，作为一个指挥者，其实我也是蛮厉害的。这个是宫田司郎是吧？没有陪伴者哦，这关难的。娇娇，这里就是一开始。可以打，可以打，给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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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。阿文按住圈，靠过去圈。啊！阿文按住圈圈圈，甩一下，甩一下。这边怎么这么麻烦？哎，你可以给他打，给他打，啊圈。啊！啊，他比较严，可以可以。我干你妈！干！哦！我干你妈，其实蛮好笑的。啊！加油加油！可以可以，再一下。啊，来不及。可以，这一段我知道怎么打了。我受不了，我受不了了。这字哪有那么恐怖嘞？我真的没办法。哎，这字怎么那么恐怖？还好吧。啊，奇怪，为什么打不到他呢？你还没有抓到攻击判定。那这本书就留给你了。不行，你要想办法跟我一起发布。我们可以 Discord 通话。那必要吗？可以啦，对攻略上面其实也是。你可以开一个粉丝团，开一张照片，假装我在这。不想。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概念。可以吧？哦很吸引人吧？真的，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，素颜，我很开心的、哦，没有，真的是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。哎呦，看看我的枪，酷波。哎，里面是什么？哎，靠背啊！啊，干你了！我们一打开你。警察在里面吃饭，真的假的啊？举起来就变不见了，真是太不巧了，真的是太不巧了。那我可以睡半小时吗？这么累是吗？当然是可以啦，如果你真的很累的话。交给你了，修男友。好，这里我已经破过了。这里你又破过了？是啊，这边不就是食堂吗？好，那你就。这里我之前看一个日本人。连续打了大概十五次吧，这么累是吧？是。到头来还是只能靠我自己。我在这里看的。好。所以说呢，人啊，最后还是只能靠别人把他打完。去啊！我的天哪！好，下一关。莱格林豪·斯巴拉系隧道户型。
真的是睡到不行。到底是有没有要帮忙的？醒来了。醒来第一句话是看着我吃完脸，妈的，困。我是双人实况吗？是啊，就是有一个平若，平若，你们想要打一下这一关，我也想休息一下。好，太好了。大家要小心耳朵哦。而且我现在刚睡醒，我精神不太好，我也许等一下会做出很可怕的事情。我现在出去看到人，我真的会受不了哎。警铃，警铃。这里是哪里？我刚画面是红了一下吗？没有，我没注意到，应该没有吧。哦，那你这个出去应该就是那一只没错。啊！救！给我，太好笑了吧？拿着，拿着。我就说看到画面红了一下。我基本上只要看到那个红色闪一下，我的智商就减50。哦。在看到我本人的那一刻，我就情商减80。对啊，就这个、啊。诗人刚刚关什么门？这个 ，BOSS 战。哦，好经典。哎呦，一打二真的是有点太。哎呦！攻击判定不足。啊！不好意思啦，乖啦，攻击判定不足了。被乱棒打。啊！乱棒打死。啊！不行了，这金将没赛。哎呦，小菜刀很强、啊，可以突破限制器，小心不要啊！哇，你才是真正的真三国无双！哇，他攻击判定怎么这么屌？我有预感他人在外面，在这里。结果，大姐，大姐游戏结束啦！我操！增加难度。不会耶！因为我刚刚你在睡觉的时候，这波打好几百次，好几百次，好爽哦！你爽了，妹妹。爽了。我的结果因为已经打过了，所以这一次好顺。哎呀，我睡觉也是有帮助的。没有。好，我们终于来到可自由选择的时间线。那你要不要趁熟？哎、欸。趁熟，趁热。趁着很熟，把前面那个打掉。可以啊。哦。啊。哎不要闹了，差点就啊，过了，笑死我！这个我才是卤蛋啊，他下面的那个抖内王子写错了，还想削我？你要把 Blue Sweet Retry 改成 Y8830， 还想削我气？你真的很，你真的很厉害。你真的不太妙，你真的不太妙。可以发现他们的刚好挡住彼此了。哎呦，我怎么血变成？我猜他从右侧了。哇！啊，干！哦，知道了，声东击西。子由乙。哦，卡门大法。对，因为哇，真的是以前游戏才有的打法。哦，他走掉了。没关系，等。来了，校长来了。校长是工友，没有，他还是想进来。我把挤，啊，干你娘！我把挤掉可以打我，你挤歪。哎，不行啊，这两只卡这样怎么打？妹妹啊！我打到妹妹啊！
棒赛。他没有要走的意思哎。不是啊，老师，奇怪哎、欸，我操！就是他跑进来的地方，这角色很屌哎、欸，每个角色第二条线都跟他有关系。我超喜欢他的。啊？他后面很可爱。很喜欢这个是不是？觉得他很好笑啊，他好像谐星。怎么会这样？快速。耶、yeah。太红了。太红了。他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变得很可爱了。是吗？对啊。疯疯癫癫的。可爱。其实宫田很屌哎、欸，长得又帅，车子又好。真的。然后又会打架，血量多、啊，还是个医生。对啊，发烟筒的不嘛？只是他的车被烧了。什么时候才可以烧他的车啊？我等好久了。只有烧车啊？对啊，我等了好几年。快啦！如果发生暴动的时候，我每年都想烧他的车，每年都没有。烧哪一种？每年都被牧野庆挡下来了。改。哇！啊，章鱼哥哥。叫你们不要再吃海鲜了嘛！变成章鱼哥啦！两次，两次。飘呀！不是，水水跟你演示一次啊！是是是，演示是吧？桃李美奈啊！就是呢，走廊上这两只，嘿，我干你娘嘞！完了，嘿，哎呦，哎呦，聊天室撞击，这个判定超鸟！你他妈的，你他妈！哦，靠过来一点，真的。一掌拍死，好，大家懂了。一楼暗井，是，就过关了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再也不要玩这个游戏了。还不谢谢我？你该谢的人不是大家，是我。是我。哎呦哎呦！章鱼姐姐。奇妙吧，姐姐，竹叶青嘉宾，现在都注意，没办法，对，也就是还不能习惯。虚田公野第一天八点，你很喜欢这一段，啊，你喜欢？他名曲啊，我记得，这样破坏。干，这个用手掰开就可以了吧，大哥。怕脏了。好了，有这个钥匙之后。你捡起来了吗？对，好像还没，好像要走。你口了一个动作啊！他在干嘛？玩眼镜。哇！章鱼姐姐刘海。我会变色，这跟那种温感马克杯的概念是一样的。完了，我没子弹嘞，这个怎么办？这个设定上是会过，这个是会过不了关的呢。一码的。哎，不要摸后面。现在不是那个时候，不行啊！这设定上是会有不能过关的状况的。啊！啊抓起来呀、啊！我真要笑死啊，这有子弹限制的。毁灭的喷射白光。抓
看来又有一个魔法师诞生了。终于当处男当60年，成为了大叔。味道痛。哇，怎么他竟然当了60年？太厉害了吧！靠背！哇，这么直接，这么大一块！我的妈！我的妈！啊，在狱里呀、啊！你看了里面吗？没有看吧？真的是那种很讨厌。对啊，他就很烦、啊，日文语音超更烦。我真的没有夸张，真的就是。神仙，你敢多大胆呢？多大胆呢？不过多大胆呢？邪的真邪啊！因为我已经看那个看了4遍了。哇！完了，姑姑要揍你了。哇！大爽登场。我不行。长怪之前几。我还要借助别人家。对啊，所以。爷爷爷爷啊，就是这个图哎，真的，好印象深刻。然后马上躲到神社北侧的木板后。神社北侧的木板后，嗯，哎，可是这边已经有一只婆婆了。哎呦，婆婆，我操，天地一级，这么凶啊，婆婆。这样打的呢、哦、我超级暴血。到结束。哦，条件二是1分55秒内逃出。然后从这边再来，上面有一只，就刚刚那个天地一级婆婆，又跳下来一个。但是看到钱就顾不了其他东西。跟我一样，哎、欸，眼里就只有发大财。超级老师耶，先生，先生，先生要收起来啊！再见了。啊，先生。有没有按拉他不想要爬，他想要走行坡。我以前也会这样。可以理解，妈的。我小时候就会觉得，比起爬那个楼梯走那个无障碍的那个一圈一圈的比较开心。我就会硬要就是跑很远，就是走那个无障碍通道。啊，婆婆。婆婆飒爽登场。刚刚那是九九吗 ？To be continued 的那个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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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这个不见了。实习第一天，结果累到心态差点爆炸。休息时间躲到厕所偷哭。三哥跟水水能跟我说声加油吗？什么偷哭？我没听到前面，不过加油。对，加油！你可以听松冈修造的那个加油全集。我们要富士山的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富士山。得给力，得给力，得给力！他那个太怪了，我不会。那个太怪了，我也不会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米，吃米吧。你就是米，听起来超奇葩。我可没答辩了。我干那个蛮恐怖的，你不要乱讲，我真的不是那个不是我做的，那个是连我自己都吓到，我真的吓死，我操，不是那个连我都吓到，你他妈的前面都没做大牌，突然就是这样，我真的不是他妈的真的是蛮恐怖的，不是我的问题吧？我操！那个真的是蛮恐怖的。我今天吓最大这一次，吓死我了！看。
不要说你，我他妈也觉得很恐怖啊！吓死我！我今天最大的反应是，哎呦！不要来了，拜托你！我的天、啊！我相信他也不想啊，但是真的很恐怖、啊。我真的快吓死了！哦。哎呦！干你娘！你连棒流了，拍谁啦？拍谁啦？拍谁啦？你连棒流了！我操你！有这么恐怖哦、喔？其实我觉得也是还好。我真的没有想到是他在里面。我也没有想到他会在里面。靠呗，这游戏是很靠呗。脚软，较紧的啦。真的是较紧的啦。做的真很真实哎、欸。真实度很高呢、欸。对啊，不过是比碧血狂稍微好玩。真的，然后呢，就结束了。过关了。好，太好了。啊怎么办？这样怎么算？啊那边呢？啊那边哪算？在攻略吧，我嘛唔知要哪算嘞。上面上面。哎呦！不是啊，就这样飞走，是被分电了。杀回嘞！这怎么杀？你打不赢他吧？那所以可以用这个打他哦。妈可以打，还怕屁怪？我干，嘎吱吱的跳呀！这搞我！好，讲台语好顺啊！在白烟散去之前，全力冲过护士之人。走得很慢呢。冲啊！噔噔噔噔噔，利用视觉判定时间。哇塞！还可以视觉判定成功。干！2004年的游戏也是抓到诀窍的、啊。三小，这个会叮当哦，这搞哦。哎呦，干你娘！永远年轻，永远年轻，很开心啊！哇，死过，有嘞死的死。哎，如果可以像他这么一样这么开心，该有多好！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借看一下，你有什么？漂亮好吧，他看起来真的过得蛮开心的。哇，被电死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边大概。他干嘛？魔幻之舞，那自由的舞蹈。是不是在被揍？是哎、欸，太好笑了吧。我把他变不见啦！看这判定有够了吗？你打中他的手肘了，直接死亡！哎，天哪！视手肘如生命的女人，真的。Go Go！ 你很喜欢。哎。赞，这是什么药？就是一个镰刀啊！妈，都市俗。这是什么啊？没看过镰刀，也看过镰刀走路。怎么会变成现在这种局面呢？哦，说到消失的人，如果是你的话，说不定会更好。对纯来说，这样不是比较好？看起来很像在讲韩文呢、啊。真的？你说什么？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？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？你就这么好意思？听到这种骂人的话，想一直活着，直到变成怪物。还敢 reload？ 我操！庭院中的铁桶可以往上爬。这是好像是志村爷爷。他 reload 速度超快的。是吗？对啊，我不知道他 reload 速度超快的。
对啊，这个太好了。哎，啥回的？谁啦？哦，我真正不知道什么人搞病。那个配合的一声，有这么细？我觉得没有哎，我觉得没有。滚蛋！你们对人家犯案是不是要配合一声？我是啊，我现在很苦干啊。哇！你怎么给我站在那里？啊！直接被崩掉！你怎么在那里？我操！我的妈！哇！真是太有创意了！哇！风格强烈。谢莫娜，一千一千，你好意思？光速比音速快，你看有了，嘿，哎，又有了，来，是不是正常？哎，你看有没有？靠背。为什么被揍了？我不知道。后腰。Why？ 哎。哎呦我操！就是现在，两发装子弹的吧？你看吧，你的子弹怎么这么多？你不是两发装子弹的吗？他为什么会发现你啊？对呀、啊。干你娘！滚！真是死了死了啊！啊，总算是死了。啊！再给你啊！朋友，别闹啦，婆婆，真的是快气死了。婆婆，我死在你这边，我已经气死了。我操，这么屌是不是？哦，谢谢大家。突然觉得勤修苦练有回报了，分你200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分水水200。